我下面要敲一支马力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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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不好意思啊，我上午才给他送去学校，下午能出来。放假了，今儿周六不上课。哎呀，老王，隔壁老王，隔壁老王，隔壁老王，真的，我就发现，这粉丝里面有的时候挺有才的比较多，都有才，都特别有。像我今天没什么事儿的时候，我还就是搜微博，然后听了那个八国语言的镜像。真的唱的真的挺好，真挺好，剪辑的也都不错，真的没乱说。今天下午你放的是那个，对，八国语言那镜像，我放的那个是。哎呦，我刚开始听，我说这什么语，然后我特意查一下啊，原来有泰语。然后还有，真的，你们好多视频我都看了，还有什么四分钟看完镜像，王老，我们俩该怎么去 B 站？我俩要看 B 站上的那些视频。B 站。B 站。哔哩哔哩，其实好多视频都在那上面，我也都看了。咱俩应该算是基本上全看过了。不敢说全，但看过很多。因为我们当时就是从天津那场，我们都没有。其实我们在台上是看不见自己什么样，然后我就去查。我们就是其实特别想看见在你们，其实有的时候看你做的好多视频包括一些图片都特别好玩，特别有意思。其实我们两个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也是想不到，就比如说上一场就是双簧的时候，有的人会觉得好像他俩是不是排练的，其实我们俩真没排练过，一遍都没有。我当时我们看见的双簧的图和视频都是我们俩的吓一跳，因为在排练的时候我们俩就觉得没有必要排练，觉得没有必要。真的，我后来自己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都有点惊讶，吓一跳。哇，其实我觉得好多事情都特别巧合，就比如说就说这几场见面会，第一场见面会，哎，我们住的酒店为什么旁边都有工地？对。第二，我唱了三首萧敬腾的歌，一场一首，我现在才反过来为什么？其实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一个，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就是会场啊？就是开见面会的地方怎么跟婚姻挂上了？我质问过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你们是故意的？然后我们全体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是吗？有的时候是挺神奇的，这个东西是，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有点害怕。啊！结婚！结婚吧！结婚！结婚！
怎么这样啊？没有没有，其实结婚就是个形式，是吧？不要总把结婚挂在嘴边。对，大宇是那种不爱受条条框框束缚住的，所以我的脸没有这么方。这跟条条框框束缚有关系吗？条条框框，你从小没少被束缚是吧？对，一直从小到大没人能管得住我。从小到大没人管住我，直到冯建宇，大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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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样我也纳闷就是平时我怎么跟你说大家本了，但我开座谈会的时候你敢说话吗？要充分的认识自己的错误。好了，跟大家开玩笑，但是错了就是错了。好了，不闹了。今天还可以开家长会。最终版的特殊版的，就别抱我这后背了，别抱他，这什么截图？这老师，你故意截的图是吗？
这样相处才是最亲密，既亲密又疏离，彼此知晓心底最真实的情感，没有隐瞒。人和人都不一样，和这个相处，和那个相处，时间久了就找回了自己。虽然你是一只猫，可我们看彼此却像看另一个自己。时间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原来影子也会。
的，以后有空我也给你们做鱼吃。不是，你知道自己的杂志看的是啥吗？没有，眼里全是你们，没心思。又有一个看不见我杀人的人了。哎，说不准是占我当公子的啊，别瞎想，好吧。棒棒的。哎，没看见我。
似曾相识，好像你走了很久才刚刚回来，又好像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个彩蛋是怎么回事？我还真没看过。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其实啊，当看过那个四分钟那个惊吓之后，我再看惊吓，我就总想乐。我就总想笑。每次我一出场的时候，我都想起，等一下，我先摁个暂停。刚才我还在大雨声。你就连着这三次我都跟大宇说，我说你眼睛别睁那么大，我都怕你掉下去。你眼睛怎么那么大？就是我俩现在就是看地下的时候，就会找里边特别好玩的地儿。他跟我说过来，然后他跟我说说看我这个胸要开始颤了。我这减肥成功了好不好？已经瘦了。这是绝活，留着，绝活，留好了。我这绝活不方便展示啊。这不方便展示啊。他没有绝活。对，不就是特长吗？我跟你们说，别偷偷摸摸说什么，我都知道。什么叫小黄鱼？咱俩唱歌吧，行不行？行。小黄鱼，小黄鱼。